好，我是娟子。今天我来到了羽绒服的厂家，看一下我后面全部都是我为你们精心挑选的羽绒服，都是我喜欢的款式。我现在先给你们上身试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款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就是比较那种亮的，哎，还有这个地方都是重工刺绣的，看到了没有？全部都是重工刺绣的，选的都是高品质的，还有这个拉链非常的有特点的那一种。这个毛毛我也喜欢，你转过来，这个毛毛特别密，特别好看。好，我们下一款吧。好嘞。这个咋样，二姐？这个不咋样。啥意思啊？我说你的表情不咋样，没说这个衣服不咋样。可以看一下这个衣服哈，这个是口袋全部都是带珍珠包边的。哇，超级精致。袖子也带呢？袖子也带。哎，这个料子看起来比较高大上啊。下一块，下一块。你不要做毛布了，你做一个呀。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娟子1.58米，挂。这个灰特别高级，高级灰。这个好看、啊。嗯，哎呀，一看是白领中的佼佼者。你妈有钱吗？谁？不要跟我一起玩，我不认识你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转吧。平常也没见你那么温柔、啊，你能不能再转一圈让我看看？哎呀，来个尺度大了。尺度大了，转圈儿，好看好看，这个衣服真好看，尤其是这个领子，而且还有个吸铁式的领，就可以吸上去。哦，这个是可以吸上去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好看。嗯，这个你看，这个领子咔一吸就可以了，到时候，嗯 ，fashion。你看你笑了没了？快盖上衣服了，啥意思啊？我晓得别人快盖上衣服了。啊，这个衣服你看看这儿，你让大家看看这儿。哇，全部都是重工的哈，就有立体感的那一种。嗯，这个地方还带个小抽绳，真的做工非常好。看一下兜，可以侧面，还可以正面。哎，这个正面是假的，正面是假的呀。嗯，这可以侧面，啊、这个设计好，好洋气啊！哎呀。穿这个衣服，我就是个美女。娟子，扎个马步，我看看。扎个马步呀？扎马步嘛，给大家扎个马步。扎个马步还光头啊？你扎着了好看。直接光头啊？你扎一个呗，扎个马步。娟子为了给你们环境好看，你看看。